婚龄时间14岁的小舞女 Petite Danseuse de Gardehozon。 她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爱德加·德加，她同时也是位雕刻家。德加对舞蹈者的圈子特别着迷，他不仅是歌剧院排练厅的常客，不厌其烦地去观看练习和彩排，从台前到幕后，对舞蹈者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，并创作了许多与舞蹈者相关的作品，让我们关注到这些光鲜亮丽的舞者幕后的生活，以及不为人知的辛苦和疲惫。这个作品创作于1881年，参加了第六次印象派画展。它最吸引观众的是它的真实，无论衣着、动作，还是他的倔强表情，都栩栩如生，显示出德加非凡的创作功力。下一集我们将欣赏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的代表作《婚龄时间法国巴黎》。